主席、各位同仁，本院委员陈碧涵、卢秀燕、王惠美、王玉敏、吴玉仁等36人，对于部分地区高中职学校数无法容纳该区学生人数，如新北市之学生数与学校数不成比例，造成部分学生必须跨区至台北市就读，而且因为目前少子化现象，导致有些国中因学生数减少而陆续减班或并校，原此建请教育部严厉将部分地区之国中转型为完全中学，借以充分利用教育资源，以解决学生数与高中职 学校数供需失衡现象，必第12年国教就近入学之推动是否有当，敬请公决。本院委员陈碧涵。